那如果你现在在超马世界里面，你听导师这么一说，哎，导师你这么说啊，那我以前是佛教来的，那你这么一说，我再回去读读佛经吧。那我就告诉你 ，good luck。没事，不要找事，是吧？你既然已经在读超马的系统，你前面几十年也读了，你来超马也看了，自己比较也比较了，你又何必呢？超马的书还没读好，是不是？你说我导师你不可以这样子，你刚说可以的，你真的要我们也不能拉你，是吧？一切自动自发，所以在我们超马系统里面没有什么可不可以的啦，你自己要还是不要啦，就这么简单，对吧？最后面对的是你自己去承受，仅此而已，就这样。好，所以咯，什么道德经啊，佛经，还是什么，反正都好了。全世界那么多经，能救人。才是真的。像怎么救人？你说圣经不好，圣经很好啊，神爱世人啊。那有多少人真的这么打算着，对不对？你说没有，他跟你辩，他跟你吵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们？我们怎么没有？我们都有，但是实际的生活，你可以看到有多少人真的在这样子的一个熏陶下，真的有进展，这是。现实生活中成绩就是在那儿嘛，摆在那儿。那你说基督教没有人修得很好，也有啊，也有人修得很好啊。那你说到底啊，到底哪个宗教好？哎，都好了。那超马不是宗教，对啊，超马不是宗教，超马是什么？超马是研究天地真理，所以它不是宗教嘛。天地真理，天地真理是什么？定理嘛。太阳从东边升上去，从西边。降下去，这是定理嘛？就是研究这些东西，所以是不是宗教？不是宗教，是什么呢？多元化，但是绝对不是睡觉。很多东西你把它看清楚、弄明白、活用才是重要啊！不活用，哎呀，全部抱在身上没用，一切相应为大。对不对？对，你不相应呢、啊？你以为哎呀，自己有多少小问，是吧？背了多少经典，最后什么都没有。下地狱搞不好第一个，为什么？道高我慢，是不是？因为所以哈、哦，这么简单浅显的道理讲给你听，有没有懂？懂？会不会犯错？千万别犯错。就这么简单道理，还有什么好犯错？除非你一下脑筋清楚，一下脑筋不清楚。你脑筋一直清楚的人，哎，天地真理难吗？就这样子。